画面有就不好看。好，好了，看，不爱吃了，好不好？移动的时候要慢，除非你要一个很快的动作。你说那个牙科的那个东西，我去问啊，买不到。问你问谁啊？我问那个卖药局啊，还有信医啊，他说你去医疗材料行。不是你去医疗材料行，他说你没有。你直接跟我妹妹说，然后我妹妹就请我弟媳直接寄到你家就好了。哎，我弟媳因为她在那个嘛，她当牙医的助理啊，那牙医要用什么器材她都很熟。好吧，热热的好吃，对不对？广东人吃东西啊都怎样？喜欢热热的。先照一下一个有多小啊，什么东西照一下，什么照一下那个、有这么大碗，看能吃多少啊、那天去做复健，那个复健没有带这个，没有带那个，所以他的头就没有办法绑起来。哦，那头就这样整个低下来。那个复健师说，像妈妈头会这个样子，这颈椎没有力的人一定要护着哈，绑着吗？绑。他叫我下次，因为有那个东西很麻烦。那叫那个计程车呢，都不容易放不进去。哦，那计程车这个椅子放不进啊、哦？对，因为太小了，它的行李箱太小了，加上那个背。哦，这药就没有了。所以那个去拿药。去拿药的时候，那个泌尿科说：“哎，那个尿液检查全部正常了。”哎呦。哎，如果你今天有事不能来，就是平常这种吃点心时间是这里的人会帮忙喂吗？是不是？是这样吗？不知道，没试过。应该是。因为他
是鼻胃管的。鼻胃管的一定有人帮他喂食啊。鼻胃管就是一定是灌食的，不是喂食。哦，哦，所以根本，哎，鼻胃管喂食是就躺在床上这样吃是？就是用这个地方粉、啊。然后他就躺在床上，他就这样子灌食，根本就不需要人家喂。不喂的。哦。连我们在那个住院的期间，那个看护也没有喂，都是不喂。嗯，因为他们担心鼻胃管的你可以喂，万一对，他觉得他不需要。嗯嗯。妈来，看好吗？昨天没有放这么多好像。哦。昨天就吃完了。所以你是请他们帮忙弄这个点心吗？他们这个点心是他们著名吃的。嗯哼。他特别弄的。所以是你跟他要一份这样是不是？哦。为什么每次分他那个喂食？喂食他都会流鼻涕。哦，嗯，每次都这样。每次都这样。哦。是不是因为吃热的东西？是因为热会哦。他就流鼻涕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吃热的东西，好像也会有这样。对。啊？对呀、啊，对，没错。也会有这种。嗯，对呀、啊。很热吗？这个食物很热吗？这个东西刚刚出炉嘛。你这个手机画质蛮不错的，很清晰啊。
吃，很好吃。今天食欲反正很好，可能还不饿嘛，你太早喂Yeah.